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往全世界去，向所有的人宣讲福音，相信并受洗的人将会得救，拒绝相信的将被判罪，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相随，因我的名驱逐邪魔，且能说新语言，手拿毒蛇，以及喝了致命的毒汁，也决不受伤害，为病人浮手，病人就会痊愈。